这个鸟的使用功能，如果是别针，哦，这个粘贴的，做粘贴的，或者是磁铁，后面是磁铁，这个就简易的，这个脚就简单的，简单带过去就好了，就这样子，就一小块，一小块的脚，一小块这样粘上去，象征性的就好了。啊，一小块的脚要粘上去。那你如果是要来拿来做手机袋，手机袋我们都会有印一个台湾的地图，还有鸟的名称。那你这个枝干就要做上去，还有这个脚爪要做。如果是做成那个容器的，好，这个都是要有枝干，要完整的，还有脚爪，这样子。这样子才能表达这个作品的意思。用黄色的土，他嘴巴先做尖尖的，然后他头顶跟那个鳏鱼很像，就是有尖尖的，好像济公啊。然后尾巴这边。这个模子要修干净，尾巴这里长长的，粘土没有用的时候要盖住。这个黄色的土有一点硬，我是比较喜欢用硬的土，硬一点会比较好控制啊。可是摸起来不是那么舒服。这个尾巴就这样直接拉过来也可以。我当然是从尖的地方先照顾好尾巴、嘴巴，先照顾好细部。然后它这个头顶有尖尖的，那用工具把它压平，没有缝隙哦。好，这个有一点干了，我就抹一点水。好，这边好像多一些了，推掉。这边好像凹了，就补一下，不能凸也不能凹。确定有粘住。然后轻轻拿起来，拿起来以后看这个有多出来的，要把它修掉。你没有修得很干净也没关系，等它干了以后用剪刀剪也。咖啡色的枝干我们都是搓长尖，然后往前面的地方比较尖，后面的比较粗。然后你这边要切一下比较好看。然后它的脚是黑色的，它的翅膀也是黑色的，跟那个赤腹山雀一样，身体不一样的颜色，可是翅膀都是黑色的。翅膀是黑色的，它的，可是它的脚是黑色的哦，是黑色的。翅膀，
这个我在那个虎头鼻有看过好多只哦，它黄色的身体，所以很明显。然后它的脚爪是黑色的。很多种鸟都在大雪山看得到啊。三四月的时候，哦，好多鸟哦，几乎所有的鸟都在大雪山看得到。黑色的粘土，很脏啊。手都很脏啊，这黑色不晓得什么颜料啊，就，也很快干呢、欸，干干的，好像木炭呢、啊。它不只是粘土的哦，那个油画颜料什么的都也是干干的，黑色的碰到黑色都干干的，很快干呐、啊。它的脚黑色的，那你做完就让它干，大概要10个小时以后，隔一个晚上才能拔起来。要完全干，你没有干，你拔起来你会变形。你粘住以后再剪掉。我刚刚没有粘住就剪掉就垮了。要粘住以后再剪。好，那隔一个晚上比较干的，那你拿这种斜度30度斜角的美工刀，往外面推，往外面推才不会发生危险。那你推起来以后呢，你用尖尖的大部位剪刀啊，把它修剪好，修剪好以后，你再给它放到这一面，让它干。擦颜色，我们就是准备十八种颜色的亚克力颜料，然后你可以从那个 YouTube 上面的给它截图下来做参考，擦颜色的参考，还有这个一杯水，塑胶袋，塑胶袋就是当调色盘用的，用完就丢掉，啊，这个面纸吸水的，那这个笔呢，要这样细细的，细细的笔。很细的笔，然后准备几根牙签，要点那个白色的眼睛的那个白光，需要用牙签。黄山雀呢，它身体是黄色没错啦，所以它叫黄。可是它的翅膀跟头部、顶部这里都是黑色的。那我们还是以灰色的打底，不可能全部都是黑麻麻的，你要先从灰色的打底。它的身体是黄色的，就不要去碰到，碰到等一下还要再补颜色回来。那头顶这边，我们先用灰色的打底，那尾巴也一样，这个要拿起来才擦得到。再来，虽然是全身是黄色的，可是它的屁股这边尾端还是带一点白，你还是要刷一点白色的。这个臀部这里还是要刷一点白的。然后记得枝干都是要补一些深咖啡色的，枝干要补深咖啡色的。用黑色的把这个勾勒出来，它这个眼睛这里，这边头，脸部这里，这边这样勾勒出来，
一个弧度勾出来，然后这边黑色的，它嘴巴也是黑色的，这边这样勾出来，然后它有一点这样的弧度。头顶，然后眼睛这边画出来，那你这样勾勒出来以后，你这边就可以放心的画一些纹路。那我们有打一个灰色的底了，所以颜色怎样擦都不会很突兀。把这个尾巴这里往这里这样深色的刷过来，好，再看一次一样的，就是把他的脸部的黑色给他勾勒出来，嘴巴是黑的啦，这边先勾，这边脸的正中间，然后这样勾勒出来。这边有那个模型有一个弧度出来了，这眼睛，这个凹凹凸凸的你要仔细的去擦好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弧度出来了，好，那剩下的你就可以随意的刷了，用一点点水刷也可以。然后等一下再点那个眼睛。